明先生，梁日昌太極學會會長羅維忠先生，有緣集於有限公司董事黎敬軒先生，澳門國際職業標準舞協會會長，亞洲星輝舞蹈協會會長，亦都係黎德宣先生。有請鄧仲明師傅、趙婉瑩師傅。
今天呢，我相信在香港的演出发展史上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和参与的时刻。那么今天大家的到来，我们一同见证陈光华老师从90年代初北上陈家沟学艺，得到今天能够带着这个技艺在香港这块地方上传播太极拳，做出的成绩，我们给一个有力的见证。那么陈光华老师呢，从90年代初到陈家沟学拳，我们就成了师兄弟的关系。我是眼看着他从最开始这个蹲不下去到今天的拳艺精湛，这其中付出了什么样的一个艰辛，我相信每一位参与过太极拳练习的人都非常的清楚。那么今天陈光华老师从一个实练者、爱好者，走向了传播者、传承者这条道路，那这是他对中国武术的一份爱，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种炙热的感情，才做了这样的一个投资，做出这样的一个普及的平台，大家一起来交流武术文化、太极文化，同时也是各界武术、各门派武术在这里共同学习和交流的一个平台。我相信这样的一个举动能够促使我们香港武术健康良性的发展，所以在此我也祝愿我们学院的发展能够蒸蒸日上，也希望我们香港的拳友能够在这里学得开心、学有所成、健康快乐。好，感谢大家。
昂貴的租金，其中一定有它的因素。這三個為什麼呢？你就會看到、了解到師傅的、精神物質在哪裡，也會思考到你今天呢，你考能夠答得出來呢，到了一年呢，我相信你又請我來你那裡開幕主題了、你也會擴張自己一定的、因為這條思路、是陳國華師傅今天帶到頭，所以值得慶賀。因此我呢就想到四句話送給陳國華師傅。哪四句呢？不知能不能夠概括得到，大家聽下。這四句是這樣的，如果有用的就記一記。香港武林一奇葩，奇葩奇怪的香港武林一奇葩，雄图大展万人夸。快取一嚟，啱唔啱啊？游水嘅。
家是最適當地走向世界盛世，奧運行先第一步，啱唔啱啊？李炳添師傅，所以有兩球獎勵咧，提醒大家，人用深層次、新思維去解決。雖然我哋香港嘅武術場地係非常之缺乏，但係我哋盡智慧，嗱今天嚟睇到啦。因為他三個心就做成今天這個宏觀的場面，令到嘉賓每堂令到中學香港太平武術學院擴張榮之之氣，他們的付出的努力是帶領我們走向潮流新發展。那我現在呢是用熱烈祝賀他們更進一步發揚光大，多謝曬。女公子，好多谢请到我嚟咧。
是广东省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文体委员会的负责人。从2006年开始，在珠海办过4次5次的大型活动，在台湾也办过4次5次的那个交流，整个台湾岛、美洲都巡回的经过他们交流，所以每一次经过老师的参与，所以这个在这边也特别感谢。Yeah.
難啲人都出嚟。仲有馮麗明師傅啊，唔該先，幫我執，要幾多要幾多？